给大家推荐这款轻便又实用的大容量儿童补习袋，它有两种样式和多色可选。给大家对比一下上身的大小，可以将手提手腕。包身整体采用尼龙的材质，面料阔挺有型，并且防刮耐磨。背包前侧搭配拉链带和笔带，细节处采用优质拉链，顺滑易拉。边角处采用全包边的设计，可固定包型，结实耐用。内部采用防水材质，防止淋湿包内物品。重要的是内部容量还不小，大小可放下13寸笔记本电脑等学生用品。一起来看看。